等我一下哦。每次开台都发现好多东西都还没开，快要吐了都。你想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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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存到吗？得到得到，储存。好的好的，哎、欸，还有什么没开？我的皮，小，所以雀魂什么时候有新角色啊？几月几号？老板想抽盒没有钱。早安，无名早，利恩早，米米的梦早，米米的梦。你好，你好。加西早，棉被猫早，16号。侦测不到，这个月16号，我知道，又要重开了，多了几个字，教主都不认识了。咪咪啊，你不是吗？不是那个吗？那个打七弹的那一位吗？对，不是哦。那请问你是谁？那请问你是谁？还是其实你叫德梦，不是叫米米？这样猜测很合理吧？你好啊，德梦，你可以赞助我一单，一单怎么可能够抽？在想啥？好了好了，回来了。开完，那这款是云月推的啦，但是没有都没有看他们玩，也没有试下玩啊。是真，哎呀，怪怪的哎，游戏先重开好了。闭视窗。打开视窗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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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两单白痴哦、喔，抽不到，不再一直刻下去，在想什么？哎、欸，那这个就是一样割草游戏，那所以一开始就是选喜欢的肥肉肉 ，HP 加五啊，速度加五，死货结果加八。啊，先玩这个啊！波他头什么意思？哎、啊，你再打一次怪怪的东西，我把你 ban 了哦。最近情绪很差哦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。最近主播遭到诈骗集团诈骗，一大堆钱不见了，现在心情很差哦，又在消费自己啊。啊，我们中规中矩啊！啊，这干嘛？这靠近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靠近就好了，不用按哎、欸。哦。
繁星和鱼仔，鱼仔当家，他应该是会，他应该在念游戏名字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所以是博他头吗？我不知道哦 ，potato， 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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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改成手动瞄准哦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道歉。那个，我道歉，我露脸，我露脸，我露脸。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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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 SHUAN， 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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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想说，那打什么博他头什么东西？博他头哦 ，potato。对不起，巴布安安，米米安安。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！刚刚一直在沉淀在那个诈骗的事情。不止唐安，哎、欸，靠 ，Sugar 哦，哎、欸，你还在吗？你接受我的道歉吗？我给你一个扳手。我刚刚问 HSH 吗 ？HS。UAN， 抱歉抱歉，怎么改成自动瞄准？哎、欸，这干嘛？方便？刺猬，怎么改？选项，操作设定。哦，这个、哦，那你推荐自动还是手动啊？不好意思，这款好像不能看聊天室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抱歉，我以为这款可以看聊天室哎、欸，以为跟那个割草一样，后面就可以看聊天室那种感觉。你推自动，我也觉得自动哎、欸。比完赛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因为现在是新手啦，所以可能教一大堆我看拢无范围啊，攻速更快更快，后面怪物很多，手动没救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我们的 HSUAN 大大，谢谢谢谢。手动比较专心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想自动，我不想要专心，我不想要专心。木头被打一下去，哎、欸，那个鱼仔，快点，这是另外一款割草游戏啊，推荐你玩。我看一下现在这款多少，那个标题有那个价格，等一下，120块，102块，102块，102块，这个是。如果你被诈骗的话，没办法买啦。但你应该还可以。你一天一个影片就可以买6个游戏。你今天废了，无法？你怎么废了？上锁该不会就是下一回合的时候还会继续卖吧？还是就是会一直卖这个东西？今天是残障，怎么那么可怜？按一下滑鼠键变成手动瞄准，哎、欸，这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哦，可以可以啊，看啊走。没卖哦，没卖哦，没卖哦。哎、欸，所以你愿意原谅我吗？这款好像有点要认真哦，对啊，这款就是你不用理聊天室，有没有？你在玩的时候就不用理聊天室了，你就是说，好啦好啦，你们闭嘴啦，在玩游戏不要一直吵啦，对，有没有很像你？好啦好啦，懂了啦，不要生气啦，闪闪，收获结果。丑牙，
敌中敌人时降低石头的上限为38，炮台生成一个石头炮台。我记得允月好像有拿这个。出发。丢丢丢！喝顺喝顺，哎、欸，好像快可以了，快可以聊天了，快可以聊通。快还要更快，哎、欸，原来是为了不想看聊天室吗？笑死！对啊，有时候不是会被聊天室气死吗？哎、欸，我昨天还好，我没有跟他们去开台。昨天其实。玩的准度很差，没事啦，栗子安安。哎，声音会不会太大声？我说我的声音，哎，管你游戏声音，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？完，每次鱼仔都说我声音好小声，然后都把我声音调大。哎，问一下哦，这些绿绿的一定要吃完吗？还是最后结算的时候吃就好了？不啦，一次吃就好了，跟怪物弹珠一样，就是你不用现在吃没关系，就是结算后会一次吃完吗？你每次都把我调200%，肯定要的吧？我在你心中怎么可能只有100%？要200%啊，对不对？笑鼠，对不对？你又想打笑鼠了？你是不是又想打笑鼠了？呵呵。没吃到的会到下一波装备哦，所以还是要吃就，所以没吃没关系就对了。哦，乘二有、哦、这个意思哦。哦，所以吃到乘二结束之后就会变成一这样子吗？有了有 M A， 对对对对对，变成一了，乘一了，乘一了。诚意订阅，诚意订阅。哎、欸，这款打击感好像也不错，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所以还是会要吃会比较好的。好的 ，H 大 H 大，谢谢。三头肌。胸肌。哎，工程学是干嘛的啊？工程学，靠，要点下去，哭啊！啊，如果满了怎么办？丢掉一个吗？哦，可以合成呢。啊，怎么合的？哦，两个可以变一个哦。我是游戏小天才啦。当袭击开始。鱼仔开该夸夸我了吧，鱼仔。哎呦，哇，你们都有玩哦，好切哦，好切哦，你们都看别人玩的，好切哦，好切哦。
欸，排水排水，被气流被气流被气压了被气压了，再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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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我牵手关心你，想要跟我牵手是不是？想跟我牵手是不是 ？L A N C 安安豆浆安安，熊熊安安。所以工程学是干嘛的？刚刚回答我们哦，工程学是炮台伤害跟地雷伤害哦哦哦哦，头巾。哎呦，贯穿呢，回收就你了。哎，白痴。原来是啊啊啊啊啊啊！乱玩，繁星不要再乱玩了好吗？繁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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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不习惯用右手走路哦，左手啦，不行哎。我要被锤烂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怎么办？哎，晴天又酸。哎呦，回收。够吗？出发！哦，哦好胖哦！是这些成熟的经验值可以跳到我身上来吗？你们这些成熟的钱跟经验值可以自己喷到我身上来吗？找你们累。发现新道具，壁虎宝宝加15%的几率在的，哎，才刚说完啊，可爱的壁虎宝宝。洋葱，肥料。
然后找不到滑鼠哎、欸，虽然好像不太需要滑鼠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鱼仔，你昨天不是有 po 那个吗？女生不喜欢男生做的事情，那种东西。那你是不是也讨厌我啊？我常常都在关心你，三餐关心你之类的、欸，而且都会跟你讲说，可是我觉得啊，你是不是拍这部影片就在暗示我说凡心你很讨厌，对不对？就是把自己夸到很强，对不对？队友怪怪的，队友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昨天就是边看边心脏在中箭，然后在吐血。我跟闪闪爱死你了，哎，我是快乐球员啊，那是只有你跟闪闪的而已，好不好？我昨天想说你们玩莫伊拉都玩得很开心，我昨天排积分玩了一场莫伊拉，第一场哇，很顺的玩机器人，推到已经敌方家门口了，队友全部膨胀冲到敌方家里面在玩，就在最后那个突然一波他们全倒了之后，就开始机器人又压过来了。那好在是我们最后是扣到全部大的时候，让他们离开机器人营。那第二、第三场我一样玩莫伊拉，哇、哦，一样就是我因为我知道莫伊拉输出高、补量高嘛，可是我就好不爽哦。推车地图选只老鼠出去回不来，所以我就改玩那个谁，安娜跟和尚。就想说远远的就挂他珠子，让他自己去玩啊，不然就是那个远远的狙一下队友这样子。啊，结果那和尚一直不，那老鼠一直不换，一直不换，一直不换，换到我快气死了。坚持要玩呢，结果到了我已经车已推到我们家门口才改 D 吧啊，输了。和尚补很少，但是他的球可以持续补啊，所以通常我玩和尚。我的补球理论上都是挂在补斯跟坦克身上，除非就是补斯这补不来，或是输出像原始那种东西，原始闪光，我才会去挂球在他们身上。嗯，没有和尚做的功用就是持续补血啊，再来就是和尚的大招是克制死神原始那种，所以就放不下啊。啊，我另外的队友又只玩慈悲啊，因为。想说他是日文 ID， 我想说啊，哎呀，他昨天好像是英文 ID， 英文 ID 想说啊，嘎，完蛋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对面有原氏，然后我想啊，莫伊拉，莫伊拉，气死了。请问莫伊拉一场补一万正常吧？正常啊，要看哪，要看那一场打多久。如果三分钟一场的话，莫伊拉的补量大概只有3-4千啊。所以有时候不能以补量跟输出来决定啊，因为你想一下哦，你们的队友，退不出去的话，可能你们这一队补量就会上升，但是敌方那个补量很少，但是他们输出跟那个坦克都打得很进那个积极的话，啊，你们补量自然就会少啊，对不对？对面的准度很准的话，这一队的补量就会多。试坦一补差点累死我，还好吧？我那天也打过试坦一补的啊。这种情况你就要选范围补的啊，露西欧啊，然后莫伊拉。试坦一补建议不要玩莫伊拉啦，你补量会本来不及补，你会被榨干。除非你的队友都很敢冲，你就选莫伊拉。不然这情况下，你选那个选物质跟那个露西欧比较好。现在莫伊拉可以闪闪玩物质，有啊，我知道啊，这两个补都很棒啊，这两个都是范围补的哎、欸，而且补量都多，就是都有缺点啊，就是莫伊拉会补到干掉。啊，物质不会，但是莫伊拉不用准度，物质需要巴蒂也可以啊。对，你还有巴蒂哦。
我最近也在练 body 啊，迷你动吧，那个可以换掉。帅啊！不好意思，他怎么突然来了一个那么硬的？可是他们不怕远程，怕近战，我不信。我再开一次斗阵给你们看啊！我们昨天好像玩到几场蛮好笑的尝试。昨天有几场跟小雨他们在玩，蛮白痴的。哎呦，你们碰到这种紫色的都会选吗？还是一样抗情况？啊，新手不懂，都玩。这游戏武器尽量同一种类型，什么意思？远程就远程，近战就近战吗？哪边有写类型？我都选字最多、颜色最猛的。没错，我也是。那时候玩 POE 不懂，看到，反正词最超多的就选了，就会发现越玩越烂。紫色还是有些是来搞的哦。好。同一种类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近战就近战吗？名字下有写种类，名字哦，刀医疗这个哦哦哦，懂了，感谢感谢。啊，这个会有什么？哦，看到了，有两把一样的话，三把一样的话，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场就会玩了。感谢美一，感谢感谢。好了啦，鱼仔，不可以选字很长、紫色的了啦，鱼仔，好了啦。然后昨天在跟 Bobo 小雨玩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个原氏队友，汉北西，原氏招架了，狂输出在他身上，然后 Bobo 被打死，然后 Bobo 整个心态没了。昨天其实输很多场，但是就觉得又玩得很欢乐。Potato， 我对不起大家，那就好啦，主要是开心，没有啊。开心是我们自己讲的啦，输了还是很难过啦。等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红色的这个是不是来搞的啊？每次有一款加 A 回一趴就有2%公司，还好哎。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买不起了。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。可以上锁，好。哦，所以真的是下一轮就可以有选了，是不是？
哦，对，每一出见丹丹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二打，这是好的，一点回避两发攻击，好。我。八秒，我还能撑。黑月早安，买了。每受到攻击只减2%伤害，直到冻结结束啊！爆炸范围，原局，高医疗。可以升级吗？不行。明天会跟安妮、番茄，应该还有无界啦，玩西蛋。然后觉得最好笑的是，明天七兔的台会有那个他的多少订阅的回馈抽奖，然后难过的就是要开台抽不了奖，没有啦。哇，一直吸血，开心。哇，死掉了耶，开心。好了，新的一场，解锁到这个哦。刚刚到哪里？矮胖，最大 HP 的修改增加了25%。不好意思，在干嘛的？经验加倍，但金钱变贵。这游戏伤害属性分四种，我有看到火跟毒啊，还有什么？那你去抽奖，我不要，你去睡觉，我不要跟你玩。你不可以这样子哦，我已经答应你了。还是其实你不想跟我玩要说欸。伤害等于所有种类近战距离范围哦，你是说这种东西哦。工程是召唤物，范围是远程距离。伤害是说的、啊、那近战距离就近战而已嘛，好像讲屁话。嗨龙月安安。你是不是生气了啊你？你是不是生气了啊你？宝可梦，对啊，很扯欸。浅眠也不是这样的，这边还一只。每吃掉一种属性伤害就加10爆炸范围。我会坚持要看下一次，你大家心声音。哦。要煮吗？啊？啊？
好啦，你不要生气啦。就说过跟你玩游戏，对不对？比什么都还重要。隔壁的安妮说好今天一起赚金色武器呢。哎、啊，你今天要打积分是不是？你们是要开台打吗？为什么我总是最后知道的事情？为什么总是最后知道事情的都是我？范围伤害哦，所以像这个的话，就是都打近战用的哦。哎呦，一开始有枪可以选耶，伤害40%到人去哦，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好玩，喜欢。私下打把门要开哦。哦。呆鱼在哪？谁是呆鱼？啊？呆鱼不在啊。他是鱼仔啦，呆鱼，我想要呆鱼。工程学，嗯。那如果像我没有生命窃取，我再用生命窃取有用吗？是不是就没用了？没有，因为我有个干爹啊干妈叫做呆鱼。只有武器攻击才有，所以是武器上面要有个生命窃取那个才有用的。召唤物打的伤害不会吸血哦。选这个冲锋枪，对吧、啊？就是那个最有名的鱼仔，鱼仔当家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就是那个早安呐、啊，早安呐、啊，今天要说说蓝星被诈骗的故事。还在消费自己，看这个。像这个吗？我乖啦，然后我很乖啊。可是现在安妮好像想把我赶走，不让我跟他玩七弹。我现在其实有点燥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现在我已经。一无所有，只有你们了啊！没有，主要是我跟你讲哦，安妮，她的滑鼠垫很好看，粉粉的，它是一个粉粉的滑鼠垫，蛮好看的。我照一下她的给你，我贴给你看。安妮，我贴给你看，你这个是他的桌，他的滑鼠垫，桌面是他滑鼠垫。
不对，安妮还在吧？不好意思、欸，女人你还在吗？范围伤害，电击枪。看起来好呛哦！天啊，干嘛？这个测试会补血啊，然后我的血太少了吧，外回有九滴，天啊！猫肉丸子安安，哎、欸，捡不到。啊，这款不能挂着玩嘞、欸，要捡钱嘞、欸。小小肌肉帅哥，近距离最大范围回收。型毛虫，嗯，有一个红色等级道具，是一掉落马上吸过来全地图，很少看到哦。这东西也太棒了啦！之前玩那个啊，英雄围城，这拼命在刷一个东西叫磁铁的啊，它就是也是钱呐、啊，是钱钥匙。这全地图直接吸过来了，
哦，难怪要一直吸钱，你不吸钱就没有，就没有那个了，就不能买东西了。可爱猴子有8%治疗 EFB， 哎、欸，倒不错哎、欸。运气属性和收获结算都不错用哦。是说一下盆你看了吗？昨天看了，今天还没。哎、欸，不要伤害我！不要伤害我！最近才被骗，不要伤害我！你又在消费自己。哎，哎呀，你不回我了、欸，哎，完蛋了。每持有一个近战范围就加二近战距离，持有两个近点，持有两个近战距离伤害加一范围伤害，什么怪样东西？同时只能装备三个种近战距离的三种远程武器，多么奇怪！重来，不要再消费自己了，不行啊！就这件事情，你还记得我记仇吗？这个我可以记一辈子了。啊！为什么就是忘不了？怎么可以那么痛？这段回忆，我想喝孟婆汤。喝孟婆汤，可是你看你喝养乐多的东西都还记得啊，对不对？就要看伤的够不够深，你才会需要那个脑袋吧？你看你小时候的那些都做成影片了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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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让你捡起28造成一个敌人。哎呦，嗯，早安呐、啊，早安呐、啊。你继续的枪是，哇，还会挑的是不是？运气是不是？好啊，好啊，电击枪，好啊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电击枪不是枪械哦、喔，拿它干嘛？白痴，白痴，白痴。反省你够了哦、喔。长得那么像枪，不是枪械，天哪、啊！这游戏还有这世界还有什么可以信的？我已经被伤害了，这游戏还要伤害我，天哪、啊！没混的、啊，我知道啊，想说那要么都全都枪，哎呦！哎、欸，像这个伤害加5%，你是说全部伤害对不对？
所以范围跟近战都吃得到这个东西。我吃了召唤物啊，好的。电击枪生殖色会很猛。哎，医疗枪哎啊，慈悲慈悲慈悲。哇，那等一下要怎么选啊？如果电击枪真要升到紫色的话，那就把医疗枪丢掉了。出发。嗯，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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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疗枪很强，不是什么都很强吗？可以不断吸血。好，那我们要把什么手枪丢掉好了，然后就手枪不要了，手枪就不要了啊。啊，口袋不够深，可恶可恶可恶了。好好，我斗阵也想要自秒。平均弹会穿透，回收。医疗枪来了，医疗枪来了。这就死神的枪嘛，对不对？打下去会吸血，白痴，白痴死神。运气是不是打那棵树掉的箱子会比较高啊？是这个东西吗？还是就是箱子开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好？哎、欸，麦照麦照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这个一定要打啊！这个，哎、欸，捡到了，哎、欸，碎碎碎碎碎，哎，碎碎碎，卡冲两大腿。哎呀呀！范围攻速但减 10% 伤害、欸、回收你滑鼠一道属性运气哎哎靠哦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啊运气当击杀时的时候有多 5% 就发现叫云增加上电动了哦哦这个好不好啊但他减10%哎、欸，他加二范围伤害，哦，也是啊，像我攻击不高，趴数好像还好哦。好，拿拿拿拿拿，哦，拿拿拿拿拿。那这个范围是什么？如果你的武器增加了90对于近战的伤害，攻击范围变大也会延长啊！
哦，我好想要他这个舌头。原厂是近距离攻击，原生不影响哦。怎么变那么丑啊？哎呦，变长吗？感觉以前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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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变成实况组模式，不会跳通知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不然有个方法就是，利恩在吗？利恩，我知道你在。明天我跟安妮番茄开台的时候，你帮我去挂七兔的台。有没有？你帮我挂七兔的台，当他抽到了，我马上跟我说。你就说繁星说在，让他来开枪。沉睡者，哎，那我还要再拿医疗枪吗？我以前习惯带两把医疗，啊，现在不习惯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吗？还是因为已经长大起来了？我等一下可以吃个午餐吗？我还没吃，应该说早餐。你去看生命窃取那边，好，你的攻击有 0% 的几率治疗以上限为 10%。哦，反正我现在 0% 在搞。以前没有，那现在你就有推荐要不要用啊？好啦，先拿了，先上桌。我现在还吸不了血吗？我HP 太少哦，吸一下，懂了懂了。太早是不是？伤心的番茄，我昨天就是有看到这个，我想说今天拿不拿得到、欸？哎啊，番茄，好了啦，不要哭了啦，现在伤心的人是我。好了啦，番茄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现在最难过的人在这里呀、啊。独眼虫。哦，这边拿来就换不掉了哦。哦，选了吧，选这干嘛、啊？所以我是一开场就是扣50%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
我该把哪个放掉啊？这个冲锋枪，老板，这要怎么选？以前生命太强没上限，所以拿600医疗枪防御升高哦。你们，你说电击枪很强哦？还是医疗枪就算了。电击枪紫色的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现在这个怎么选？粉碎者放掉，冲锋枪好了。不说。怎么越来越丑了？天哪！速不够了，不够轻喽，啊，打得有点慢喽，伐木工人啊！画面很乱，画面很乱。死了死了。刚刚白色等级医疗枪可以直接买，它就会自动合进去了，因为你手上也有白色等级的医疗枪。哦哦，是这样子哦，懂了懂了。探险家，增成更多的树木，你会有个伐木功能开始。我们换一下游戏，我现在肚子好饿，我们先来光遇好了。然后最近想要把聊天室都关掉啊，因为那时候玩斗阵嘛，那个有时候击杀又会显示在右上角，然后造成说，他自己下载了欸，啊，好奇怪哦，我吓到了欸，然后那我们就看这个画面吧，你才猪。恭喜你有一款想玩却打不开的游戏了。这有什么？我还有想买还不能买的东西呢，懂吗？因为我手机上面氪金的东西，就是我的银行账户嘛。那我现在是连氪金都不能氪金的人欸。没有，他只是先载而已，还不能玩。说啥呢？现在玩公主连结的时候才想到说，对，他如果要氪金的话，我的账户就不能氪。你想买什么？没有啦，公主连结的话是那个啊，月卡，有个东西的月卡。买的话，你的扫荡次数可以加3。就比如说，你一天赚个可能2000块，那你加3就是变5000块，一场1000，就是加经验的啊，加金钱的东西啊。
所以需要信用卡，对啊。我感觉应该可以是解冻的啦，因为我的卡没有给对方啊，因为我是透过 ATM 转账的，所以应该是可以，就是存一笔钱去户头里面，那就好了。因为那时候全程过程都是我傻傻的把钱转给别人。没事，等之后再说。今天礼拜五齁，明天早上光遇，欸，我两个礼拜没跑健身房了，欸，前阵子是因为下雨，这阵子是因为被骗了啊。8888888888888，关闭。好，那不然看这个画面好了。看了那个玉三家的最终形态后，直接从火的放弃，直接跑去选猫。不是。重点是前阵子那时候刚好碰到那个啊，上个礼拜啦，上个礼拜二十九号，上个月二十九号，那时候跟干爹们去吃烤肉啊，就那一整天就是在外面太累了，回到家睡着，后来就是作息正常。作息正常后醒来就已经8点9点了，然后这时候去健身房外面的车位又不好停。应该说，六点那时候应该没有警车或拖吊车，没有妨碍到谁，所以那时候去停在外面还 OK。可是八点九点之后，就是开始人变多了嘛，可能就有那种拖吊车过来。所以就是，如果是八点之后醒来的话，我就不会想跑健身房。完了，这人怎么那么烦？不过还好啦，我的那个当时健身房是直接付整年的费用，因为他那时候问我说你要一次付还是每个月付，我说一次付，他还回我说，欸，真的假的，我说对啊。如果是每个月付的话，我可能这个月就开始不能去健身房了，抱歉。那个，再等我一下，面吃到一半了，一半了，一半了。
如果今晚没人揪我玩游戏的话，我们就来打麻将吧。毕竟麻将还是可以看聊天室的。如果宝可梦有找我玩游戏的话，我就去玩。没有宝可梦，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，我先讲一下。我当天玩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只要你有安排有揪的话，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啊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因为其实一个人自己玩游戏真的就只能自言自语嘛，你也知道啊。有人嘴来嘴去打哦打。如果今天晚上要打积分的话，那我就不开台啊。不然我们开台火爆脾气，我们可以在实况上公开。那蔬果找你了、欸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哈，我想打麻将、欸。然后他说，可是这是安妮揪的、欸，哎，我说好啦，我开一下，我开一下。老大会输的原因的，看到没有？伤心番茄，啊，不是啦，明天早上是要玩光遇啦，想起来了，因为我不要讲，我是要说明天，我本来是要讲说明天早上要玩光，我总会讲到今天晚上玩日嘛，白痴哦、喔，明天早上一样玩光遇，对，然后鱼仔到时候再来看他。听说孟婆汤是元仔汤诶、欸，我元仔汤，你阿疼，爸爸，我被骗了，爸爸。元仔汤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熊猫汤吗？我是看那个啦。我刚刚是说什么汤？汤圆？应该不是吧？不过看月老的里面那个阎罗王有在喝汤圆啊。周六光遇台已经常驻了，对，只是时间是几点不知道。如果顺利的话。我健身完，你应该不好吧？不然就设闹钟好，设个5:30起床，然后去健身，健身回来。怎么会有鸡翅啦？一平安安。
等我一下哦。嗯，快了快了，鸡翅吃完四分之一了，是两个二三节翅啊，所以吃的有点困难。欸，我们周六开光遇开多久了啊？有没有三个月了啊？好像有，我记得八月底开始，欸，八月中开始，礼拜三开的。那时候开始学怎么跑那个啊，暴风眼。嗯嗯，来这谁的台啊？我被带过来这边了。我本挂谁的台？菜渣开台？哎，对啊，米娅怎么又把我乱带啊？哦，米娅关台了。菜渣开台，听一下。今天上钻石，哦，菜渣加油！菜渣加油加油！阿里里也关了，嗨，我们回来啦。没有啊，另外一个鸡翅我应该吃不下了。这个要等他跑完更新吗？好像没差哦。反正这个是 Switch， 不是 PC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新的一场，选择是不是找死啊？粗糙属性。这只算比较难的，好，我最喜欢挑战难的。我错，哈哈，难，好难，好难，好难。太难了吧？真的是那个，不要靠近我啊！戳戳，欸，我怎么会有地雷？哦，原来我连我拿什么武器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有地雷？奇怪。我不是应该生成树木吗？怎么是地雷？好奇怪哦！
好难哦、喔。我可以故意不升级吗？可以啊，你爱怎么玩都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我听到更新好的声音，啾啾啾。更新好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关游戏关游戏。那、啊、我是说关 Switch 啊，不是关游戏啊。看一下哦。每九秒，每十二秒。好多树，好多树，好树，砍树，砍树，砍树，好多树啊，好多树哦。哇！崩溃，怎么那么难玩啊？又是蝴蝶，回避攻速。哇哦！是 BEE 耶。搓搓搓，拿螺丝起司搓、砍木头，哦，红色螺丝起子，对不起，哦，反正你现在是越来越夸张了哦。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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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，刚才任何红色工具都可以砍，拿来砍木头了。好切，好切哦！啊，砰！没报到。你的、啊？砍木头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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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棒！安妮说他以前就会讲"白痴"这句话，可是我怎么听他以前的记录档，不是听安妮记录档，从以前听他直播到现在，很少听"白痴"哦，可恶！你是不是其实吃了我口水不想承认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安妮？哎呦！走走走走走！哦，这边好多木头，好多木头，好多木头。没事啦，只是口水，吃口水的问题而已，没有吧？他说他以前就会说那个，不说我都忘记，快十二月五号了，怎么了？十二月五号发生的事情？手掌徒手辅助，哇，在十一月给我这个装备，拿一下好了。我打、啊
哦，不要不要不要伤害我，不要伤害我。哎，踩陷阱，棒！我好嗨啊，好开心哦。这是我被骗之后遇过不知道第几个开心的事情了啊！第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你们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鱼仔还会笑，暴击鱼回收，兔兔危险的兔兔啊！怎么会有三星的番茄啊？啊，取得取得，三星的番茄。我笑给你听，对啊，啊，我去听他以前有一次跟我玩恐鬼症记录，搞不好有哎、欸，好啊。重骰不用钱。生成更多树木啊，太适合我了吧！啊，我只想砍木头，我只想当伐木工，我只想当伐木工。哎，我可以自己踩哦。哦，难怪我想说奇怪，刚怎么经过？太棒了！啊，砍木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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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！哈哈哈！砍木头蛮好玩的哎、欸，该上麦块砍木头了吧，环境。玩麦块不生存，只想砍木头。当敌人死掉的时候，算那个敌人啊，造成一个啊，有 15% 的几率随机造成一哦，生出一只敌人什么哦的伤害哦，可怕害怕的香肠，聊天室有人吃香肠吗？好笑、哦，鱼仔这游戏你应该会笑得很开心吧？一大堆怪怪的东西耶，站着不动死，盔甲加六。哦，哦，是吗？重骰，走靠！哇，可爱猴子。合成。然后蜡烛。独特的手铐，哇哦！哦，我要砍木头，我要更多更多的木头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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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靠在哪找拿没有 我新手没关系。所以那个是越后面拿越好是不是太隐约。生命窃取啊 ,28 回避。我还在摸，这是我的第四场吧。他们说伐木工有点难玩，我就作死来玩了。
南瓜。哦，所以手铐是每越后面属性会加越多，是不是？攻速暴击，哦，跑快一点，因为它会锁生命上限。哦，有啊，他们稍早有说，有些装备就是来搞的。嗯、免费的兔兔，太好了。哦呦欸，真的自动升级欸，再骰一次。有欸，有更多的树欸。不然属性很强，对啊，就看他属性怎么有点夸张。我就不只想砍木头。敌袭是什么啊？因为其实刚刚有一直说敌袭，取得日升安安 ，Hello， 取得。三秒一颗地雷。另外，除了一开始的幸运的角色，大多数角色建议一开始点一些幸运，其他就你慢慢摸，好啊。有啊，他们有运气还是幸运？好的。伐木工来喽！完蛋完蛋！我的树呢？我的树呢？钱好少哦，我好烂哦，剪刀，
哦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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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要死了，感觉我要死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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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秒，每三秒向周围发出一个眼球，每颗眼球造成13的毒伤害。你回家就可以开退去了，你要开台哦，好啊。哇，工程学兼舞，我现在血量多少了 ？HP 好像是，鬼斗安安，镭射枪。哎，你说雷射枪很强是不是？上一个锁，出发。希望我活得了，我想看看雷射枪多好看。哎呦哎呦哎呦呦，完了，我好薄。安安，哎呦安。那个箱子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不要歇斯底里，大声加38伤害，哇，这么回怪走好快哦，没有就后越后面就是越奇怪啊，新的一场哦，最后没有开到那个箱子，没有看到那个。好，怎么给完？你会持有一个害怕的香肠开始，那么棒！好丑哦，害怕香肠是干嘛的？哦，属性，属性伤害，
他拿起来长枪不叫马上，我也觉得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像正常了。没把好像近战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近距离吧。哦，好吧。你怎么说？看起来像啊，那火把很合理。人在玩麦快紧张的时候，也都会拿火把打怪嘛。没错。合理。你说这个急退哦，好啊，呱呱。哎呦，
怎么就变成物理法师了呢？怎么就这样变成物理的法师了呢？运气。他手好忙，忙爆了。嗯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不是，怎么用火把？魔杖呢？魔杖呢？怎么用火把？完了，实在改成粗糙了。我下意识的滋了一声有害怕的香肠，也算加死。汗，哇！我是法师啊，拿锤子点人的法师啊，我截获范围伤害，伤害。
哦，这看起来比较大，是不是乘二啊？所以等下钱变小就是乘一了，对不对？跟光遇很像哎、欸，光遇如果你今天加倍的话，你的火看起来会比较大颗。哦，没有了，有些没有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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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20秒啊，凉凉，凉凉凉凉凉凉。好啦，任务一个法师，我要拿东西打人啊，可怜。多任务执行者加20%伤害，同时只能装备12种武器。哎、欸，这个好眼熟哦。跟之前玩的一个地层那个很像啊，第二地层，一个就是你拿越多，伤害越低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东西，先打一枪。哇、wow、哦，那好厉害哦！啊，好呆哦！杀！嗯，跟影夜妹一样，我会一箭双雕，哎、欸，粗糙。看一下水煮蛋，这个游戏叫 Potato 呢。冲啊！该打该打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越拿越多。哎、欸，他是说道具吼，那我不要拿道具就好了。还是武器啊？然后，哦，武器哦，哇，凉凉，我只拿武器。喵喵喵。害怕的洋葱，
咚咚，怎么办？金子，哈哈。3018安安，有的，有的，毁掉，哦，原来武器可以哦。帮我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怎样？原来是我视野不够宽广。知道他可以拿十二样，可是，我突然发现那时候玩幸存者怎么可以那么快乐呢？幸存者没有什么远程伤害你的小怪，这个会有。他可以十二把，但每多一把会扣五把，有。他平时就只能六个，对不对？平时其他角色六个。2456速度范围，
感谢麻薯好吃的会员。你是哪一个麻薯？哇，好久了、哦，好久没麻薯过来了哦。277的麻薯，什么是277？哎，感觉到我变强又谁又谁？等一下哦！感谢3018的会员，不知不觉六个月了，最近好忙，都没有什么在看台了。没事没事，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，没事没事。想想又要再掉一次眼泪了。最近真的蚂蚁都喜欢爬在荧幕上，好烦啊啊啊！我站你一下，我的肉身蚂蚁了，让我站你一下哦。
肉身蚂蚁。对，我身上的肉了。没有啊，稍早爱吃鸡翅啊。这鸡翅，鸡翅，我刚刚想说，嗯，怎么好像今天蚂蚁有点多？哎，生蚂蚁了，生蚂蚁了。找不到我被骗的原因没有啦，就是，我前天有讲啦，不是昨天，没有，就傻傻的被那个，就是我之前有在平台叫做买动漫的一个平台，然后那时候在上面买漫画，结果就是前天收到一个电话，他是说我在你们那个，他说先生那个因为由于什么内部出问题，我想说一听就觉得是诈骗。然后就想说就听他要怎么讲，然后他就说要在里面存20000块的那个储值20000块，我说可是我都货到付款了，他说对没错，但是就是他们内部那个就是系统出问题，我想说那是他们的问题啊，他说问你有没有要在里面存20000块，我说没有，我说没有的话好，那他就问我说你都是用什么银行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中国信托，他说好，那等一下会有那个中国信托的人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他就过了几分钟后，就中国信托的打电话过来，他说这边是那边的客服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他说收到买动漫那边跟你确认说没有要这笔完成的交易之类的，我说对，他就问我有没有那个问我用那个读卡机，我说可是我没有读卡机，我都坏掉了。他就请我去 ATM 操作，没有，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想说是一开始是诈骗，我后面想说看他怎么弄，就去 ATM 机才操作，不然他跟我讲说，先生你弄错东西了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就突然很大声说，你用错了，你现在你的什么，你的银行账户里面的防火墙被关闭了，所以说我现在的账户很危险。然后就请我要赶快去弄那个，把那个银行加密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当下那时候在超商，而且人又很多，又听不太他声音，我就变得很紧张，所以就开始被骗这样。暴击几率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啦。详细的话可能要听前天的记录档吧，昨天就有了吧，不知道这两天都有继续讲啊，没事啊，然后那天也是跟大家说电话号码前面有加的符号的，然后都是假的，都是诈骗电话哦，因为收到电话的当下，他是请我说不要挂电话，因为他说这中途都要录音，然后如果挂电话的话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损失的是我。但是后来现在想想，就是他可能就是怕我打电话去问其他人，或是跑去警局这样子，所以他才全程要我不要挂电话。然后那天也是跟我说，因为他有问我其他账户嘛，我说我还有，但是就是 APP 登不进去。被骗多少？蛮多的。你要听的话，我等一下 FB 粉专再敲你，超多的哦。可能是正常上班族一年的钱哦、喔，
可是台湾的电话号码就是加866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后来我就想说，他是怎么打加866的？但是正常来说，台湾这边是866就好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考，我没有顾虑那么多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。因为那时候六点多的时候，礼拜二，阿米狗那边就要准备开台，想说应该会吵到人家。因为那时候通常遇到这件事情，我第一个都会去找小雨。小雨遇到这种事情比较厉害。啊，所以事情缘由就是这样啦，反正就是被骗了啦。86个，320个，合成。OK。然后昨天这样揪口也是听到之后，就整个很傻眼啊！我说没事啊，我都说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啊，也报警了什么的。但那笔钱。那时候，当时我们去调银行的那个交易款，那个交易明细的时候，有问说，那这种钱应该都是拿不回来了吧？银行的就是默默的低头摇摇头。然后警察其实也是说，这种其实真的很难拿回来。啊，后来我家人是说，没事啦，还好你人还活着。因为他说最近台湾太多的那种诈骗，不是不止骗钱，连人都骗走，骗去绑走啊，然后要付多少钱才能把人家赎回来这种东西。所以你没有，不是这种啦，不是这种，你中了多少这种我就知道是假的啊。所以原来你最后真的有跟着操作，对啊，没有一开始他的方法是那种。他会先给你一个账户，然后就是输入进去之后，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，这笔钱你再开一次，是不是回到你的原来的账户了？我说对，回来了，这样子。他就是先这样子让我放下戒心。啊，后来想想我是白痴，啊，人家就随便给你一个账号，不能弄的账号，你打进去之后，钱当然会退回来啊。对，现在想想都事后了啦。但那时候当下就是觉得说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在帮我弄东西，就傻傻的啊。没事的。哦，一块钱，哎、欸。多啥呢？看伤害不够，把血量来凑。我没拿到拾取范围的啊，哦，好难吸哦。我也接触过，我习惯货到付款。他说银行卡号被锁，我反而问他说银行如何锁？对啊，那我们讲到今天的题外话哦，感谢欧元爸爸的抖内，谢谢。那他就是问我说，你还有什么账户吗？我就跟他讲另外一间金城银行。啊，他说有办法登录 APP 吗？我说这个就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那天就是一直在登我的啊，因为他。要透过那个中国信托的那个操作，就可以让那个手机 APP 的那个密码给那个弄回来什么之类的。他问我金城银行的，我说这真的没办法了。他说你再试试看啊。我说我已经试到，他说什么你由于当日错误达到上限这样的东西。后来他好像就是很想要我里面那一笔钱，他就叫我先把金城银行的钱先领出来。然后再存到那个中国信托的里面，他说要先把每日上限全部提领出来，然后再存在中国信托里面，再用中国信托的卡。你先听哦，提领上限全部领出来哦。
我是八号那天领，然后他那时候要我等到隔天，就是12点整，午夜12点整，再把那个全部提领出来，然后再存到中国信托里面，再转出去这样。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想要，他说他从我京城那边账户也很危险，然后请我明天早上去他们的分行，中国信托的分行去弄京城的东西。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就觉得，干，我被骗了吧？他后来他就说明天早上等我电话，然后就说帮我处理好。他说晚上全程帮我监控那个我的账户，不用担心。然后叫我这之中不要使用卡片跟 APP 都不要用。他说这时候用的话很危险。我说好。又回到家就跟像安妮呀、番茄他们聊，他们就说繁星你被骗了啦。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是知道自己被骗的。啊，结果隔天就是他要我去，哦，他是跟我讲说你不要跟第三者说，因为怕就是说我们之中不是有对话吗？怕会有骇客闯入听在那边听，他可能听到说你的账号被防火墙被关闭的时候，可能就会被把你那个账户里面乱动之类的。还是台湾是加866，不是加八，是886啊。我看一下哦，因为现在都报警了啦，也有警察了，对吧、啊？加886啊。然后大概就是隔天早上，他叫我去开一个什么，开一个户头。他说这个户头就是他要我去京城银行开户头。我说啊，不是跟我讲说中国信托吗？他说没有啦，他昨天说错了，是其实要去中国那个京城银行开一个新的户头，开一个什么，我每次忘记那个名字，什么户，什么账户的，可恶。公证账户啦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下班时候打100%啦啊！现在讲就是没遇过啊，现在讲才知道啊。然后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打，然后又没有银行人员可以帮忙操作协助的啊？然后回到话题，他就是要我去开个人头账，那个人头账户，我就说为什么突然又要开个账户？他说因为需要这就是说什么银行方会把钱全部存在这个账户里面，再从这个账户把钱存在你的账户里面。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个是我们的，就说你家人要帮那个帮忙家人办的就好了。我听到就说干，就是诈骗嘛。他后来就跟我姐去报警。哦，他过程中他就说那个也要全程录音哦，不可以。不然全程通话不可以挂断哦，那所以他说什么行动电源那就都要带好。哦，我那天就是晚上他问我电量剩多少，我说剩20几%，因为那时候11点多了。他问我可不可以去那个附近的超市买一个行动电源，他说这个笔费用会跟公司请款，他就买了。我本来不想买的，想说啊电话挂断就算了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觉得说自己被骗。啊，等到就是。嗯，好，回到话题，就他那时候说那个嘛，家人，他说这个是家人认识的账户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跟他讲说，我等一下要先挂一下电话，因为等一下那个要跟朋友通一下电话。他说有什么东西比你的账户安全还要重要的？说没有啊，因为昨天约好的东西。啊，后来他就觉得我听不进去，他要请他主管打给我。那后来他就说，我们这个就是中国信托的电话，你也看一下嘛。然后就是说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好，那如果真的这个事情要私下解决的话，为什么你们要用公司的账那个电话打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要转移话题。”他说：“你先不要转移话题。”他说：“因为他就是要把那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这件事情一直重复讲。”啊，他就说：“到底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这边？”我说：“就觉得是诈骗呐。”他说：“所以你要怎么做？”他说：“先去，因为哦，他那时候是说。”如果你去京城银行弄那个，我声音好大声哦。
他说金城银行那边弄的话，就是可以在三点前把所有的账户都弄好，就把钱都全部都发下来这样子。如果你要冻结账户的话，要三个月到一年不等。然后后来我听安全一点，我想说没关系，那就冻结账户吧。然后他甩了我一句，啊，随便你啊。那这样好吧，随便你啊。然后后来就是他挂完电话之后，马上就是那个买动漫的那边的人打电话过来，然后我就没有接，我姐接的。然后说我也喜欢吃什么健身吗？然后我姐就说不是，我是他姐。那他去哪里了？然后说去加油。然后后来就我姐就问说，请问你哪里找？我说没有，那边是买动漫什么。他因为那笔，他说哦，可是他去加油，晚点才会回来。然后姐挂断之后，疯狂拼命打电话，拼命打电话。等到我们到警局的时候，电话就没有打了。然后警察就请我回拨看看，您拨的号码是空号啊。反正就这样啦，各位小心一点啊。像我昨天前天都跟鱼仔说啊，鱼仔没事啦，反正受伤的只要我一个人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这个世上不要再有人受伤了，我一个就够了。然后我们那天在警局做笔录的时候，因为阿旺那时候在开台，我就在透过 DC 跟阿旺那边远端聊说，哦，没有，现在人在警察局做笔录，这样子。然后晚上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怎么了，我们就边打斗争边我就边把故事讲完这样子。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受伤我们会心疼啊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是心灵受伤，不是肉体受伤，对吧？我觉得哪天突然说要汇一笔钱的话，对不对？不止家人，你们也会汇吧？对，现在突然繁星怎么突然人间蒸发了？虽然平时又真的很少出现啊，要死了！虽然平时真的很少出现啊，就平时都没什么在通话，跟其他人通话还是什么，然后他把自己锁起来嘛。那可是就是突然哪天人突然消失很久了，也不会人发现。还好马来西亚银行大家都叫你买保险，知道不？哎哎，鱼仔，好了啦，鱼仔，去做一部影片吧。今天来说说一个嘴巴很贱、最近被诈骗的朋友的事情。早安啊，早安啊！今天来说说最近认识的一个从以前看到大的偶像啊，是从认识到他被诈骗的故事。如果手机到陌生电话，可以先把铃声静音 ，Google 电话号码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去搜寻他的电话，他的电话就是直接是那个绑那个银行的电话，他的电话。打过去真的是银行，但是回拨回去是空号，这样子他是有加密过的。返回页面，新的一场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在危险林赢一场，我还没赢过比赛哦。哎，第几关是赢啊？这么难的吗？加100范围使用精准武器。哎，可是范围不是那个吗？远程攻击吗？那个电话显示是可以改的，对啊。要20波，好哦，我慢慢玩。
监管账号 ATM 银行认证，只要听到这几个关键字都是诈骗啊！没事没事，我现在知道了啦。啊，之后还有再打吗？没有啦。然后我想说，他给的 LINE 应该也是都是想说，他要读不读随便他，把我封起来他也是开心啊，这样子。因为那时候有传那个啦，汇款的证明，他叫我拍照下来，然后传过去。兔兔，你延迟了，兔兔重整一下。叮叮，哦，叮是暴击的声音哦，哦，我想说怎么打到一半就听到叮的声音，哇，你们都很强哦，范围伤害，之前在美国有一家诈骗电话，接下来是一个电话打入机，他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讯，在美国湾的那边，不对吧？再怎么说台湾的大概都，哎，不是，之前遇到很多诈骗电话，我都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啊，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跟他好，跟他玩嘛，玩到后面对方是气到挂电话，我想说是不是就是我这样太过分了，才有今天的报应？他们只是把我以前闹诈骗电话的钱全部骗走而已。你刚刚有人说啊，没事。我要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。我接到第一通类似电话是直接挂断，那边就不会上来了。没有啊，就有也有装那个反 A 啊，我没有警局的，因为那时候去做笔录的时候有说要载那个警局的 APP 啊，他没叫我载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有接过妈妈救我啊，你不救你女儿？我说我还没毕，哇，还因为过啊，我就啊，我这时候就回说。小美是你吗？我说阿美，都是妈，对我是阿美，我就这样子啦，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我现在啊，活该，对不对？去闹人家，现在好后悔，如果多聊点就可以注意路费了，对吧？不然现在打给你好了，要不要？比赛我要开始了哦，你就当我，然后我当那个诈骗的人。我于小姐，于小姐，我们这边是买动漫，你现在有一笔20000块的钱要存在你的户头，要不账号里面？请问你要存吗？因为这是我们内部银行疏失的问题。怎么可以骂我北七？那就买吧。啊、那就买吧。我哥有逾期过哎，12次扣款，哪一个大哥二哥？肯定是大哥吧？哦，真的是哦。我想说，感觉从你的影片跟你的对话内容看起来，你大哥应该都是比较笨、比较傻的那一种，然后反而是二哥就是那种成熟稳重。哎，看点错技能，成熟稳重都是那种感觉很酷欸，中世纪。不要啊，这个。哇，都是尖锐物欸，剪刀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反正里面只有十几块。啊，早知道我也跟他说我里面没钱了，我里面只有300多块钱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不要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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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玩到大概多久才到20关的、啊？还是我真的太烂了？还是我真的太笨了、啊、才会被骗、啊、我真的越来越会消费自己了。你看啊，过气又被骗，那个人怎么那么可怜？对不对？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死。哪有？没有很聪明，笨死了，笨死了。然后像我们昨天有讲啊，嗯，其实养猫啊有个好处就是，猫一年只掉一次毛，然后每次掉毛都掉一年。嗯，波，我们昨天在打那个 Overwatch 的时候，波普丹说，嗯，不错啊，猫一年只掉一次毛哎、欸，然后就回了下一句，然后跟波波异口同声啊，一次只掉一年，对不对？我说对对对对。你被神棍骗过20000，好啦，真的要说的话，哦，我是被骗20几，可以吗？够多了吧，20几哦。啊，没事啦，再赚真的再赚就好，只是心态要调整而已。我在努力调心态啊。获得XP壁虎宝宝，对啊，所以然后我有讲啊，那笔钱其实就是我想要出去住的钱，就是设备啊，像电脑椅、电脑桌，然后冷气、床垫那些，都出去住之后啦，要开始弄一弄的钱，就大概就是，当然没有那么多啦，只是就是说出去住之后，总还是要有一笔钱，不然影片如果一天只赚600块的话。这笔钱至少还能够活几个月，不然就要去福利熊熊福利了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鱼仔不要去全联啊，怎么都可以做，就是不要去全联做。相信我，不要去做。有没有需要我请你喝酒？你请我喝酒，我为什么要喝酒？那些钱存下来买东西不好吗？不是啊，喝酒并不会比较好、啊，我平时都不喝酒，就只有可能
一群朋友一起喝的时候，我还不一定会喝哦。但有些可能会好奇什么酒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啊，酒就是酒啊，啊就是看看人嘛。有些人喜欢喝，有些人就觉得就还好，默默喝果汁就好了。我会觉得说喝酒比较像大人那种感觉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汽水果汁好好喝哦、喔，啊，对不对？笑一笑，把珍珠喷在键盘上，多开心啊！你还可以擦一下你的键盘。鱼仔当家，说不定你这二十几万诈骗那个人。那个人的理由可以让他平安回家。哦，我们那天录那个录笔录的时候，有那个隔壁我稍微听到，他就是要叫我去银行操作，我就操作了啊，钱就这样被骗走了。我想说，隔壁也是哎、欸。医疗枪哎，大人饮料不是黑咖啡吗？嗯，什么叫做大人的饮料？就是小孩子不敢喝的东西，还是小孩子不能喝的东西？大人的饮料不是岩浆吗？其实怎么讲，这也蛮感谢安妮的啦，她其实。就是私下，每次都问我说：“你真的还好吗？你真的没事吼？”对吧、啊？啊，我有事想说，不要让你或不要让他或番茄担心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嘿！他想说就赶快好起来吧。其实真的，怎么讲？就很爱消费自己，那不然平时其实也没怎样啦。是我的宝贝。我已经比之前忧郁症那时候还好了，因为之前忧郁症那时候是整整快一个月没开台。没开什么台，你看被骗的，隔天还能继续开台。可以叫安妮来台湾安慰我啊！你确定他这样还回得了家吗？不对，万一他不想回家了怎么办？不想回。啊，不想回家了怎么办？哎呦，红色的，
听起来怪怪的，对吧、啊？万一他在台湾太开心了怎么办？回家后又不想开台，没有啦。然后趁珠子上市还有一个礼拜，然后他来台湾好像不用，诶、欸，是不是不用隔离太久啊？零加七吗？好，不然就，不然就什么？啊，肯定是不会这样子的啦，毕竟人家还有他的狗儿子要养。Hi JT，Hello Hello。他、啊、怎么都开始拿到哦建筑物了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没吃到箱子，结算后会算我吃到吗？哦，暴击率是不是有点高啊？还好啊，我朋友在鹿港租房子，5000含水电费网路，缺点是隔音不优。哦，你是叫我过去陪他吗？运气。隔音不优，那就很惨了。吃完沙继续殴打，嗯，加油。哦，你来啦，豆豆老师。看一下手里剑，三次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我要欧了是不是？番茄啦，不是我的，他就是他打了，等一下我上线看，帮你们看一下他，他应该打了67场了吧，还在同五啊。还是你是说我要死了是不是？对，我快死了，没错的，鱼仔，我快死了，鱼仔当家，死了，红武连续10次了吧？啊，所以他现在的心态就是去打金，那个慢慢打点数赚金色武器。和平主义袭，敌袭结束后，每一位敌人存活就能获得0点东西，你会持有一件木衫。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们看昨天一场很奇妙的一场。嗯，得得得得得。
今天八方云集买一送一耶，我要播路费的影片了哦。对战是不是不是生涯总览，重播。你看昨天赢了一场，再就连败，后来就连败连败连败，然后先打了这两场，因为想说好不容易都开始排到台服了嘛，就发现全部队友都在搞，我整个心态就裂了，就没有再打了。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昨天绿洲城这个吧，昨天跟小雨他们打，来，我们来看 Bobo 视角，他崩溃的视角。我昨天其实想看，因为就是死神在搞，我看一下，打开选手。好，我们这一队打好了。杰克安静点，忘了是呢，反正在就是我们都不相信这两个输出后，他们两个只是把大开在我身上，我说你们要这样我压力很大。但小雨跟 Bobo 是我想说他们在搞我们后排，我就去帮忙去扛啊，唐这边吧，你看还是黄色，他就很不想要补那个半张的。臣服于我的意志，交给我。哦，然后这边是打到小鱼，我这真超可惜的，消四只。你好，是嗨乌咪 ，Nono 是谁？事情还没结束。Bobo， 现在是 Bobo 视角啊。我看下一场好了。是下一场。要不是这一只，我换了欧瑞莎之后，好来来来来了。你看现在我换了这只之后跟小雨说，小雨眼睛要闭起来哦，他说没有啊，这边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活动地图，所以眼睛不会亮。我说不是啊，我全粉红色的。哎呦，他说哎你真的很粉耶。对，我刚刚想说你眼睛要闭起来哦。他说不是那个，不是活动地图不会亮啦。我说不是不是啊，是我很粉。哎呦，你真的很粉哎、欸！然后你看杰那个小雨跟 Bobo 有大了，我这边压力很大，我还射我的。两个强化剂靠在我身上，我压力超大的。啊，可是这场就还是输了啦。
然后就说，突然我被强化了，又看到前面有个方形萤幕，我当然是狂打、啊。然后就有这个精彩回顾，精彩重播。哎、欸，五点了哎、欸，该关了，该关了。你猜？猜什么？猜什么？乌咪，乌咪宰光遇了没？换你开台，我去你的台，跟你要嘛？宰了啊！啊，你要不要给我你的那个啊？不然你加我好了。你是手机还是 Switch？ 来来来来来，来繁星繁星繁星叔叔带你玩，被骗的繁星叔叔带你玩光遇，被诈骗的繁星叔叔来带你玩光遇。S 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跟你讲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上次不是有聊妇科吗？那妇科就是这个东西。就是想像是卖块的流浪商人，但是流浪商人卖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你每次来都被推光遇啊？不是啊，你那时候一直有说有兴趣啊，有意愿啊。可是那个猫头快结束了，所以如果要买下一个猫头的话，可能要等明年了，明年万圣节。可以接过一下吗？无意嚣张啊！你看这边是接任务的地方。那再来是这个先祖，哎，这个先祖，这个先祖，没有，虽然窄，但前面还没有跑完，那陪你跑啊，可以私下我再陪你跑。这个啊，你看，最下面两个啊，这两个是动作，有没有一个人头，好像在呼吸，这个是动作。然后他右边这个是贴纸，再来就是这个发型，他卖的是他这个他头上这个发型，高马尾，然后还有这个的他的面具跟他的披风。你会看到这个流浪商人，就是你看他身上穿什么，他就是卖他身上的什么。有面，你看过去嘛，有面具、披风跟发型。那下次可能就只有什么发型跟动作啊。或是披风跟面具啊，不一定。他的面具是这个，但是他只会待四天，四天之后就是换一个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，换一个礼，哎、欸，换两个礼拜之后，两个礼拜之后换下一个先祖，然后一样待两个礼拜，一对。在哪儿？这里，这个，反正就是这个面具跟发型。开牌了，还是同物面具普普，对啊，有些人像我就是收集屁嘛，就通通买。啊，有些人是挑自己喜欢的。啊，披风应该这个吧，这个。这样子全套搭起来是这样子啊，但面具真的太丑了，就可能不买了，放仓库。痛苦是比较出来的，我舅舅被骗了几百万，他朋友鼓励他买连八颗，他买了1200线，现在600啊，也是啦，嗯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就好看多了，对不对？你看。
但是这个马尾我不行啊，这个马尾太高了，而且额头露太多了。我的话还是喜欢预设的，不是预设的、啊，这个便宜的马尾比较好看。这个就好看多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好看多了？短短的。对吧？啊，你现在是在哪个地图啊？你要不要先加？你是手机吧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先加我好友？因为其实差不多了啦，晚上可能打麻将吧。如果没约的话就打麻将，有约的话再说。粉粉。是 Switch 哦，那你 Switch 就是用手机拍，然后给我，我再去加你，可以吗？好粉超粉，行吧，还行吧。哪里按呢、啊？我教你哦，你那个 Switch 的加键按下去，会有这个画面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一个邀请，然后就选手游玩家。或是你给我 Switch 也可以耶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给我 Switch， 你的好友 Switch， 你私我，我现在直接加。你没有朋友。其实你没加过，不对，那你有网路吗？哎 ，Switch 没网路可以玩吗？可以玩光遇吗？你没朋友，好友会在，可是现在打开会看到哎、欸，哦，你打开之后啊，这边有个新增朋友，那新增朋友还好耳朵遮住，你有没有看到新增朋友？右下角有一个那个您的朋友编号，那就是你的编号，你把这编号打给我，我等一下加你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乌咪，我不是有拉你进我们的 DC 群吗？咱们兔窝 DC 群不是有拉你吗？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乌咪。好，我现在拉。啊，那天是李光啦，就加到现在都没有理我。邀请到繁星的兔窝。那我们下面有一个光遇群组。那到时候你就是到时候你就可以从这边按手游玩家嘛，然后在这边随便打一个啊，随便打一个噗噗，好噗噗，确定，然后这个就按一下确定，对不对？就出现这个 QR code， 那你再把这个 QR code 贴在兔窝。那我讲一下哦，打这个啊，打这个是对方的名字，不是你自己的名字。如果你打上你自己的名字，你会看到你全世界都叫做乌咪了，有听到吗？就是你如果今天送出好友邀请叫做乌咪的话，你会看到你的好友全部都叫乌咪。啊，先给你群主身份证，合作小物，好了好了，
那小干嘛？好啦，那先这样啦。他给我邀请了，我去加妹子好友，我先遮一下画面。不许你们加他，他是我的。没有啦，想说这有关看人家要不要加。新增好友，以朋友编码讯息加入。好了，我加你了。你阿尔宙斯才玩24个小时，你给我再去玩100个小时。好了，我加你了，乌咪。不要偷看我，怎么了？你害羞了、喔？而且没跑完，我知道啊。20个小时，你应该是连第二，别说第二个了啦，你第一个有打完吗？你第一个那个。那个馆主有打完吗？所以你要加我好友，我回你了，我回应你了，你要不要加我好友？没，你是说没打完还是没有想加我好友？嘟嘟。有了有了，来加一下，金针最爱。等一下，宝可梦阿尔宙斯20小时，你玩的游戏很多呢，我忘记叫什么了啦，靠腰哦，是干嘛？你是想怎样？想吵架了是不是？堂主忘记了，你很少碰 Switch， 那你现在可以碰了。欸，乌咪，你找得到我吗？完了，这个可能要通话欸。欸，然后我要怎么去找他？请问选这个吗？指挥曲，不要现在，我在假崩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欸，我不知道，请问我要怎么加他？还是已经在星盘里面了？嗯，欸，Switch的，回答我，玩Switch的，有玩Switch的，我记得没，要从刚刚里面找，你是说从星盘里面找他吗？那乌咪，你现在有上线吗？你要不要重开光遇？当然好啊，当然好啊，怕你。没完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爸爸啊，对，感谢刚刚爸爸的超级留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刚好不在家，所以没有再邀请。刚不好，刚不好，刚加搞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是想打搞不好？有刚不好，
然后要从哪边？从自由外面这边开始找吗？乌咪，请先回答我，你有在线上吗？邀请那边，然后嘞，好友这个、喔、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乌咪乌咪有了有了有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从那个，你按一下加键，然后邀请这边，看看上面哦，有信了有信了有信了，我要去骚扰妹子了，各位再见了各位。啊啊！然后会在哪里？然后会在哪里？乌咪，你找得到我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变黑了？北兰，你慢慢找。这头发戴草蔓蛮好看的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就双马尾跟小啾啾，大啾啾、小啾啾跟单马尾啊。就这两个我会戴草帽啊，乌咪找不到你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变回来，好丑。应该在前面吧，我没看到啊。前面这边没有啊，下一个这边也没有啊。他找你比较快，对啊，我才说他看不看得到我。吴明，你来到中间这个盘子，还是他根本没有？等等，哎，吴明，你来到这个盘子后，你看一下中间有没有这个圈圈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。还要再等一下，对啊，我记得要过雨林才能有星盘，所以还是要我去找他啊。啊，我先进出，我最喜欢进进出出了，尴尬没有？好，你等我，别尴尬了，干我没有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前面还是没有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乌咪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、喔，你现在开了哪几个门？你现在这个门开了吗？这个叫云远的门有开吗？我根本没保多少，没有，我是要问啊，这个你肯定是开了啊，那这个你开了吗？好像有，你说刚刚星盘上面有它吗？A06 好，没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看到 UMI 啊。有看到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就在这。哪里？哪里？往右两页。哎、欸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会在后面啊，走喽，找萌新玩喽，乌咪来，乌咪来。各位想不想加萌新啊？快传我，快传我，快传我，快传我！
快点，新鲜出炉的萌新，快点快点，想加吗？啊，那无名跟你讲一下哦，加好友可以透过 QR code 或者是掏出白色蜡烛。啊，掏白色蜡烛就是因为要花蜡烛的、啊，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加那个加好友都是用 QR code， 认识的话啦是用 QR code。那个啥，这个，来，快点，有没有复活的？赶快上线，我来加妹子好友了。等一下哦、喔，这个，那这个道具是你坐上去可以跟陌生人聊天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加好友用的。好久没新鲜的肝，哎、欸，乌咪坐下，坐下。我不行了，我要通话，乌咪通话，你现在是在吃饭，通话。你坐得下去吗？你是不是坐不下去？你靠近这边按 Y 可以吗？怎么做？按 Y 啊？你戳一下，你看一下换那个椅子这边有没有有坐下的符号？如果你 Y 按不了，你可以戳一下画面，能吗？哦，对，坐下来。哇，你会坐了。那我知道 Switch 不好打字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把萤幕从那个截取盒上面抽起来，然后就是讲你是谁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觉得你们直接掏蜡烛给他好了，不然他给 QR code 那些，他应该也不太好弄。而要加的自己掏蜡烛啊！阿巴阿巴阿巴，好，这边你可以略过，就是传送 QR code 的环节。看这几个你先加，他等一下掏出白色蜡烛，你就一个一个那个接收。现在点亮是发名片的环节，然后等一下掏白蜡烛就是开自我介绍。你看，这最怕什么？其实是最怕萌新掏白蜡烛围着一个人。那现在反过来，等一下一个一个介绍给你听。怎么了？不要害怕，大家都是好人。你每个你看到就看到都点，看到都点，不用客气。不行，第一次看到我以外的人被这样子邀请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有没有？这是什么求婚环节？有没有很可爱？没事啦。做个朋友而已，对不对？路上突然被一群人搭讪，兔，欸，番茄，你换完鱼妈面具之后，你有觉得怎样吗？好像还好吗？还是觉得哇，再来就是那两个该死的面具了。有号也要加吗？看你啊，看你需不需要。没，我觉得跳后台比较快。不是啊，这面具当然就只是换好看的啊。会发光的眼睛欸，白痴的，等下我斗争还没关掉，你听到斗争的声音。我可以让他有漂亮的披风吗？哪一个？
你要送他东西不是要三天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要送礼不是要三天？你好混乱笑死，没有，现在先加好友。你看到有蜡烛，你就收就好了，因为这个不是诈骗东西，对，这不是像繁星会被骗，这是人家给你东西，不会从你那边要到东西。哦，十分钟魔法哦，可以啊。哎，乌米，你知道我被骗吗？刚才聊完，刚才聊完我被骗的故事，我已经讲了三天了，哦，好累哦。有什么好看的披风？比较像总裁的就只有这一套啊，这一件比较像总裁，好可爱，变双马尾了，谁双马尾？哦，这个是魔法，你这个魔法啊，你等那个明年樱花季的时候会复刻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子搭吗？很丑欸，可以不要可爱跟你这老可爱是吗？我的樱花头被玷污了。哦，好，你这样可以。啊，你们要自我介绍哦，就是你可以打开他们最下面会有一个那个改名字的地方。每个人下面都有一个笔，你点开之后可以说他是谁，谁是谁。这个小可爱叫做小妞，我知道现在很混乱啊，你慢慢改名字，我等一下收个台，收个台之后再带你跑。等一下他 switch 打字比较慢，等他一下吧。怎么打字？你 Switch 不会吗？来，我教你哦。你靠近一个人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头上会有一个那种一个符号嘛，一个星星符号。那你点下去之后，然后最下面有一支笔，你笔点下去就可以改名字了。然后你们Switch 目前有个 bug， 就是不是 bug 啊，有很难操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判定的点会很奇怪，你要站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好吗？像你看，我要点这个暗雪莉，对不对？点不到，对不对？我就往旁边再移一点点，看看，有 DN， 现在是 DN， 然后我要往这边靠，所以我那时候开台很讨厌人家靠近我，就是因为这边。不是我说要怎么回话，不是取名字。白痴，我收到东西，我想说下次再一次收哦。检号，啊，亏了！你要用缩小魔法是不是？矮人魔法。你给他什么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哦，兔子头吗？
魔法过多给不了矮人啊，没办法，三个而已。啊，你前面这个叫小妞，不是啊？你要命名，要命名好，不然你下次登录啊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会很乱。我晚点再用手机加你好友，升我们的那个啦，友情树。玩 Switch 点好久，完了，我们下次那个方舟旅行团要再开了。我们的方舟旅行团，所以乌咪你名字都取好了是不是？目前有小妞、利恩、番茄跟雪莉，你都取好了吗？哎、欸，你们还没取名字的，站远一点哦、喔，不然他可能点不到人。哎，我鼻子里面又长痘痘了，那好痛哦！你都取好了吗？这机制好烂干，不是你用手机会方便很多啦。这款本来就是手机游戏啦，所以他那时候到 Switch 上那个问题一大堆。到时候再说吧。请问番茄是番茄吗？对，番茄是番茄啊。你要看我画面，就是这个番茄。两个都是番茄，对吗？这个是本号，黑色是本号，白色是小号。如果你真的不会分的话，你可以照我的方法输入，本号叫做我是番茄，小号叫做我也是番茄。你明明有时候会搞混，不会啊。也是番茄，我不会搞混啊。你都好了吗？吴明，你都好了吗？这边的都有名字了吧？我应该也有名字吧？你可以叫我中文，不要叫我英文啊。都好了，那你跟我说一下，你，哎，利恩借过一下好不好？利恩，你们俩靠太近了，利恩。我想说，利恩，你怎么会弹琴呢？长太像了吧？怎么，利恩？你突然在弹琴，在干嘛？你好强哦！太强了吧，利恩？你在干嘛？
再听一次。哎，好强哦！等一下，乌咪你过来一点，我点不到你。乌咪来，好、哦，按错按错，那个，你点我头上有一个手，你敲个角度，对对对，你这边是不是门还没开？门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还没开，对不对？左边的门是开的，右边还没开，左边还没开吗？都没开，哇！好，那些亮晶晶的小晶人，你有捡吗？不是吧？过动画了吗？第一个有开，你就知道我下载了没干嘛。好，我们的乌咪不见了，进不去。什么意思啊啊啊啊啊！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知道原因了。你等一下，你坐这个祭坛回去。乌咪来，你乌咪，你来这，哎、欸，人呢？乌咪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来这里，你坐这个下去。你这个应该可以坐吧？有吗？该不会新手教学还没过？哦，哦，那我知道原因了。来，乌咪，你你那个要坐下去。我讲一下哦，就是每一张地图是我还没过，每一张地图最后面这一张啊。这个就是要把你所解锁的先祖送上那个送上天，然后你等一下这边他叫你大叫你就大叫，就是你一定要把他们送上去，你才去下一个张地图。这个我晚点，我等一下关台后带你跑，当然应该说你有空我再带你跑，不然你等一下要忙要吃饭要怎样的，我又强迫你在做事其他事情。有好多蝴蝶哦！有吗？还有叫你大叫吧？哇！我们乌咪会飞了！啊，哭啊！那、欸、你再往前走一点。哎、欸，怎么变雨林？哦，对，刚是云野哦，白痴。来，牵起我们的小手手。哎、欸，他现在烧乌咪，你看到这边有黄色蜡烛吗？被吃豆腐了，这样你喜欢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这边有哎、欸，这样你喜欢被偶像吃豆腐吗？啊，我晚点再来带你解任务，因为你主线要通关到一个程度才会有每日任务，如果我晚点陪你一起解吧。好会飞，手机比较好飞哦，Switch就方便而已。
没有收到很好飞。啊啊啊啊啊！他过动画，他过动画。这边，因为你第一次来，会很多动画。然后我教你怎么牵手，你点我头上两下，我头上的符号点两下。应该说你按两次 Y 就好了。再一次 Y。不不不不，你要点我头上两下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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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我头上不是有个圈圈吗？然后Switch的话有个 Y， 你就是按 Y 按两下就会自动牵手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你会了，你是一只长大的充电宝了。你这边还有一张，可以啊，你等三天给他。欸，蓟蜡剪完了，开心。那你看到这个黄黄的蜡烛是季节才会有的东西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可以开始加减减了。穿了，欸，那个乌咪乌咪乌咪，欸，好，乌咪，赶快跑！你躲在淋不到雨的地方，你先去躲躲起来，躲好跟我说。啊，我刚，哦，因为这游戏很容易网络连线会有问题，一有问题就像刚刚那样子，我们的手就断掉了。我那时候在跟尤里跑图，就是他还忙，每次跑到一半我就狂叫，还是先让我去吃饭，哥哥，好啦，去吧，你都叫我哥哥了，那我就关台啦。乌咪，你怎么在对面？嗨！不然你先把那个先祖解完，我再让你去吃饭好了。快点，乌咪过来，我帮你开门了。乌咪，乌咪快来！欸，对，顺便带你捡金人，捡一些金人好了。然后，这种先祖你都要烧掉它，你才能跟他买他身上的东西。啊，有些是常住先祖，常住先祖你就想象是村民，村民你平时买就买得到了。那有些是复刻先祖，就是以前的活动。活动 NPC， 然后就是会每个两个礼拜挑一只回来卖东西。好啦，这个跑完你就先关掉游戏吧，剩下等你吃完再跟我说，我再陪你跑。如何？好了，你可以关了啊，先解锁一下，来，过来。你又想牵我的手？单膝跪下，好赞赞吧！来，好了，晚安啊！你吃完再跟我说，我再陪你跑图。
啊，好了好了，感谢大家，今天先开到这边，晚上没事的话，我再来开日嘛，或者是开光遇陪他跑，不知道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大家。大概有谁开台？看看。天哪，人很多呢。辛苦了，不会啦，等下休息一下吧，一下下啊，等乌咪好再来跑啊，晚原地解散。说繁星哥，呆鱼不不在哪？鱼仔妹妹，鱼仔，好啦，鱼仔辛苦啦，利恩辛苦啦，番茄辛苦啦，乌咪辛苦啦。小妞辛苦啦，叉叉辛苦啦，雪莉辛苦啦，好啦，原地解散啦，先不待了，大家拜拜。